阿聪，阿聪，这个是俄罗斯小朋友，叫阿尔乔姆，六岁，诊断是小儿自闭症。出生以后，大约三年左右，才发现了这个小孩呢。他家里人呢，发现他这个说话，语言功能不行，没有像其他那样的孩子哈，就是那。那个那样像那样孩子哈，就是对着爸爸妈妈认识特别是亲，感觉特别亲，他没有这种感觉。小孩一般来讲就是一岁多呀，就可以说一些简单爸爸妈妈啥的。嗯，两岁多基本就能简单的话给说，他呢是到三岁才会叫个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也不是爸爸妈妈，就是爸妈，就这样的，而且不太清楚，也没有三个字然后他简单的说话。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治疗。小孩他的那种变化非常大，所以他的母亲呢对咱们爱的电台的治疗哈也非常满意。第三个第四个有好的变化，首先他不动症不像以前哈那么重视如何减轻。第二呢哈他可以还是进行那个肢体交流。第三呢他现在哈是能和大夫在一起还是配合大夫进行治疗，然后还能静下心来，他现在是耐心还有了注意力这方面啊都有改善。我们现在呢在现在这个有些素质根本就没有概念，但是通过我们治疗后呢对一二三五这个是素质概念现在都有知道了。另一方面呢通过治疗之后吧，他现在已经检查发现了一些这个一些东西都已经发出来了，比如说妈妈呀，自己的名字阿尔乔姆啊，然后还有姨呀，然后再见。他的什么比如说以前啊他对什么陌生人包括一些事物只要说有失败他马上就非常烦躁，但是他治疗之后这些基本就消回家回了，回家了。他妈高兴了。